我想轉呢個電話服務啊。你揀電信服務嘅時候，有幾點要留意，唔好左耳入右耳出啊。你揀嘅服務一定要自己啱用，唔明白啲收費同服務條款要問清楚，唔好為咗收費優惠或者禮品輕易簽約啊。電信服務選擇多，不妨花啲時間比較一下。總之要清楚曬啲合約內容先好簽約啊。